我还记得去年最暖和的事就是和他。方如，这味道简直鲜到不行，一定要有碗热乎乎的汤哦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鲜虾，用水泡发，生抽提鲜，食盐调味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奶香满满，挂调料和蔬菜，可乐鸡蛋，可乐鸡翅，还有没有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可乐茄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，来一勺蚝油和生抽调，拌拌均匀，撒上汁。这个汤快来，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就能泡出一大碗。会不用太多，只要盐和黑胡椒，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调面、辣椒粉，还有之前打成的自己用的料会更放心。配面吃，配饭吃，味道都好，开胃、口感爽脆的辣白菜。你今晚吃的有点多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红烧二师兄，小闺蜜动手哦。心头肉、